悠悠，你能来个萝莉吗？我现在不萝莉吗？啊！悠悠，不要理他们，两个单身汉。我们这么会撩人的人，比六家会撩多了。谁吐了？这谁吐了？我。之前你给我站出来。OK。这个男的太凶我。哎，悠悠，乐嘉是不是对桃花有想法呀？嗯、为什么每次遇到桃花的时候就是开窍了呢？温柔了，是吗？因为开窍了，而且还给因为桃花啊，他对我每次都很凶哈、啊。而且还给桃花报仇，他从来没有帮我报过仇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气啊！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哦，对他每次在笔尖上点我，他都比我先死，他没办法替我报仇，哦、他是太贱。原来是这样子。我出不去了。你正常点。啊？哦，正常点是吧？啊，多多，其实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你要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走下去啊。姐姐，不要姐姐。啊，我已经不行了。你不要再过来了。你不能就这么离开我。没有你，不要说了，你回头走，快走！姐姐，老豆豆呀，虽然你在笔芯上每天像个二愣子，脑子也不太好使。你要说啥姐？啊，我说你要几成熟的？啥几成熟的？火遁好火球之术，啪！什么玩意儿？我服了呀，有意思吧，森森？我来陪你了，艺术就是爆炸。